大家好，我是三儿啊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出来找个地方撸点串去啊。听说他这个地方有一个新疆人烤的那个羊肉串，还是蛮那个不错的，咱们过去那来看看啊。哎呀，羊肉串烤好了，烤好了啊，就是这一家。嗯，他家有好吃的馕饼，这是包子，这是馕饼，嗯，非常不错啊，嗯，看这个烤肉也非常的棒，兄弟们来看看啊，这不是在烤的菜那儿吗？挺有意思，哎呀，进屋了啊。烤好了没有？啊？上来了。已经上来了。还有呢。当然，还有呢，是吧？来，兄弟们看看啊，这大羊腰子老棒了，这个啊，真的，就是油有点黑，它这里的灯光有点不太好。其实我最爱吃的那就是这个，那叫豆腐菜卷。豆腐菜一个卷儿，这边就我干了，咱们这个视频呢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